各位，合并啊，不一定是不好。品牌、金钱、资源，如何创造一加一大于五的业绩？通用再保险公司啊的 CEO 雅吉詹恩哈，他说，我们公司的竞争对手要跟我们比，我们有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优势，就是我们后面有两个超级品牌的信任度，伯克夏跟巴菲特这两个品牌。巴菲特一直以来也都采用集中式投资，在投资上面，在普通股票的组合70%也集中于四种股票而已。就算全世界最棒的企业，投资价格如果太高，也不是一个好投资，要合理的购买，不要因炒作而追进。